饭店隔壁的餐厅虎虎咖啡。本来也是想要坐外面的位置，但是实在是太晒了，我们今天晒一整天了，直接放弃。妖兽甜奇异果汁，纽西兰不知名当地啤酒，三分熟七样式的牛排，这是羊肉汉堡，看起来不怎么起眼，味道也很普通。无花布丁什么鬼甜点，这个吃下去今天的热量都补回来了。这个16块钱，我吃了之后我大概只有办法吃一块，其他的15块我都吃不下，外观比味道诱人。这是我们今天住的房间，已经很乱了。那这个就很简单的床，里面还有两张床，客厅还算大，非常简易的厨房、洗手间、电视机。我们这边的窗户啊，看出去还可以看到牛哦，昨天有好多牛在那边，只是因为我们昨天太累都没有拍。然后这是我们房间的外观，车子直接停旁边就可以了。然后外面来讲的话是非常的大，难怪那边好像都是露营车专区。这个山坡地都是养牛的，昨天有好多的牛在这里。然后那边也都是露营车，然后那里呢有个游泳池，还有一个温泉池，其实还算蛮方便的。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怀多摩萤火洞探险。现在呢我们是在售票处集合的地方，要先报到。我们参加的是黑水漂的行程，总共要3个小时。这个是柜台，那里面还有吃的咖啡厅，然后卖一些东西，其实还蛮大的。这边有很多的行程，我们参加的是这个。来报到的时候还要稍微签一下生死状，然后再填写一下资料。底下里面是不可以摄影跟拍照，这是外面的海报，大概萤火虫就是这个样子。不过听说去过人都知道没有这么壮观。它集合点这边也有卖一些看起来很甜的甜点，还有卖饮料，还有咖啡等等之类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报到手续，其实手续还蛮多东西要填写的，所以要早点来。那填写完之后，他会跟你讲你必须要带什么东西。我们必须要自己准备泳衣，而我泳衣已经穿在里面了。再来毛巾要自己准备，我看其他的人通通都是拿饭店的毛巾，所以你可以算一下你的时间，搞不好可以跟饭店拿毛巾过来，然后再拿回去还给饭店就可以了。时间到了之后呢，他会开车载我们过去。我们坐接驳车准备出发了。老公紧张吗？不紧张吗？很开心吗？很开心。不开心。昨天走了超久的，脚有点痛，今天还要爬。首先，我们到了换防寒衣的地方，穿上装备，拍了出发照，接着往下一个地方迈进。接着领了橡皮圈后，拍上集体照，教练也教了一些在洞穴里的注意事项。接着试跳水，虽然说是试跳，但跳了的当下表情也算是狰狞。所有教学结束后，接着就往洞穴出发了，在里面爬上爬下、溯溪、攀岩，有时候也得利用游泳圈漂浮前进。虽说不能带相机 GoPro 进去，但教练们也是会帮大家拍照。最后结束后再来一张大合照，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。我们玩完黑水漂了，还都还蛮好玩的。然后呢，玩完了之后，现在去洗个澡。它这边有简单冲澡的地方，但是洗澡的用品啊、被柄那些都要你自己带。好玩吗 ？OK 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回到了我们集合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呢会播放着我们刚刚呢所在里面所拍的影片。其实整个漂完还蛮饿的，重点是我有点晕船。因为在那边一直都在飘飘飘飘飘，稍微有点晕，所以会晕船的还是吃一下晕车药好了。
这是我点的可颂，这几天看起来比较 OK 的一餐。这是培根蛋，看起来也不错吃。吃完了，我们要往下一个景点走了。Go！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汉密顿花园，这里呢有五种不同造景的花园。然后现在看，哇，有超多条线的。听说整个逛完要到3个小时左右，我们是没有打算要逛那么久，只是来打发一些时间的。这里也是宠物友善，有看到好多人带着狗狗来遛。前面就是 information， 它现在好像有六种形态的主题公园，门票是不用钱的，但是如果你想买地图的话，地图要2块钱。这里是印度花园，蛮有特色的。这里就是中国式的庭园，我还以为里面非常大，其实也还好而已。这比刚刚那个好看多了吧？对，还有这种竹林。走到这边，上面有一个凉亭，做的还蛮真实。现在来到的是英式花园，这是英式花园感。对不起，我不懂。现在来到的是日式花园，日式庭园。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石头代表的是岛屿，那这个沙子啊，代表的是河流。所以这个是枯山水室，这里真的就日式风比较重。这边要是秋天的话，一定很漂亮，因为那边是漆树，所以它那时候枫叶枫红，一定很美。这个是漆树，这个也是漆树，有燕子在那里筑巢。这边还有一个灯笼。这个是意大利式的花园，哎，不错哎，我在这里帮你拍 ，OK。这是另外一种风格的，这里呢叫做 Fantasy 梦想花园，热带花园。这边都是用一些热带植物来做的，热带植物花园。现在走的呢，像做香草花园，里面应该是种了很多香香的植物。嗯，果然像薰衣草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。好了，这个花园实在是太大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只是要去机场的路上挑了一个景点走进来而已，所以我们本来就没有规划太多的时间在这里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，前往机场。拜拜。我们现在在机场，我们在国内线，我们现在要坐纽西兰航空到基督城，我们即将要往南岛出发，去玩南岛了。那这一次在北岛，我们总共待了5天，该玩的也都玩到了。我们南岛是待10天，我们要出发喽 ，Go！超恶心的，我老板知道你这样用，应该会很伤心。就是那个火山灰。老板应该认不出来，他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帮他制作了个新的菜单。这个车不知道是多久没有人出来停放，很久，旁边全部都结蜘蛛网，有够夸张，真的很旧，我的妈呀！